其实我比你爱我更爱你，善解人意，浪漫话语，仿佛一切命中注定。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，就像夏天的风吹过桃园啦啦队队员，对，对，对，Lakuten Girls，孟姐来过国王帮忙，这一定要的嘛。综艺大热门，饥饿游戏，欢乐智多星，哎呦，都是大节目哦，厉害哦，不大不上哎，哇，没有，你本来做什么？原本进啦啦队之前是拍广告跟平面，比较静态的。平面模特到啦啦队，这是一个完全两个真的两个面不同面向的东西。那一个是非常静态的，一个是非常疯狂动态。嗯，你这个转的过程中，会觉得很辛苦吗？不会，但是因为反而会有更多的粉丝，因为平面的话就比较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。然后但是在球场就有很多人会认识你，而且会直接去到场支持嘛。对对对，对对，就多了很多。所以很多人去看，其实不是看球赛。当然啦，当然是看他。对啊，可是你们拉队里面，互相之间的竞争会不会没关系勾心斗角说出来吧。不会啦，有会啦，太会啦，标准就是有啊，一脸就是有的样子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分享一下，学姐都对我们很好。那会不会比较的总会有吧，比如说你讲出来，比如说学姐下一场会来，我们的局间之间，我们这边哇，我的前面这么多人，他只有27个人。对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粉丝群，那会对吧？但是有大群跟小群，对啊，有啊，就比如说60万嘛，1000多嘛，对啊，72，72，72，这个你知道中间的差别。但是我们粉丝也都是爱屋及乌，就是我可能喜欢我，但是也喜欢
我懂了，就是说大家聚集在那边，发现，哎，隔壁的脸色差一点。啊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到他前面去，给他面子，啊，就那一群，这个好，这个很贴心。对。可是你以前多肥啊，你参加啦啦队可以瘦十公斤啊！哇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都要练100多首的应援曲，你是应援，应援到100多首啊？对，然后因为有这么应援哦，每个球员出来都有每个球员的歌，每个球员的应援，然后还有每个居间歌，然后加在一起。就差不多100多首，对，然后而且那时候如果没有跳好的话，学姐下来会说，就是我开始讲，开始讲，来，学姐，没有，学姐会就是跟我们讲一下说，哪边要怎么做这样比较好。不是吧？应该下次冷言冷语，想说哪边？这样你好意思跟我们站在一起？你做十公斤是压力，因为你平面模特，哪边该怎么做？我看你不要做。没有，那时候刚进去就跟可能跟大家比较熟，比较不熟，没有这样子，就会比较压力很大这样。当然当然，那个压力都很大。嗯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可以交有没有签约不能交男朋友？没有。他们好像只能不能跟球员。对，不都不行。哦，别队的球员可以吗？哇塞，我们没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好问题，好问题，然后跟兄弟的在一起，这样对吗？对啊，哎，不，你怎么这样讲？他跟日本巨人在一起啊？哦，可以，就是不能跟同队。那别队的话就不要被发现，教练就教练也 OK 啊，教练吗？对啊，教练都结婚了，一般干到教练都已经结婚了，有的年轻的啊，投手教练啊什么有的，那个都结婚了啦，那弄到投手教练怎么可能多年轻？防护员，我们都很专心在练，没结婚的出来，球童，我们专心在练舞，就是啦啦队，就没有去想那方面的。那我们这种去看球都可以吗？对啊，看球的，对棒球很有热情的主持人。没有看你的球，你说棒球的热情主持人，他说你说马国碧，再讲一次，我想要看你的球，眼球 ，strike， 眼球啦，眼球，什么球？什么球？想看球是？哎，我有两颗，不要，哎，不要这样，这样杀死风险。梦景，你会紧张吗？我很容易，他叫梦姐，梦姐，梦姐，这太紧了。我觉得你好像比他还紧张一点，叫孟姜女。梦姐，对不起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上电视还会上电视会紧张吗？会，而且我反应很慢，就是慢到那种我在休息室，然后别人叫我说孟姐，你可以借我腮红吗？然后我大概1分钟才会回他说，你刚刚说了什么？那是纯粹不想借。这个我们演艺圈都是这样。嗯，现在有男朋友？没有，没有男朋友。嗯，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贴心的。哎呦哇，哦，多贴多贴，像康哥这样的。哦，懂了，懂了，你这条路算是开阔了。